你了解中国吗？你去过中国吗？那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，你们都尿裤子了。别喝，你们就整，看你们都老的人喝了。站，你别拽我。你谁喊的？我跟你俩喊，你别拽我。往下了，让我喝。你下来，把你给我装着。老人，给我坐下来，给我坐下来，别动我，坐下来。让你们别动，把这胳膊整了。别动我，老人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老人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老人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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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快出来！哪个老外的都下来了？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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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那头那个。看看啊，人民的公仆。照不照啊？开车开车打人了，还有个啥？我以为打人干什么？快来！我看看！我擦！你妈逼！你们吃他妈公老百姓的饭呢！操你妈的！你们装黑社会，把你们衣服脱了，咱们劈一下子！操你妈！车就一条狗，看不到！把你们脱了，劈一下子！妈的！妈的，你都哪有这样的人？那老汉那个地都等啊！还鸡巴给我盖上！没别的，我鸡巴盖上！没看见，就鸡巴盖。操你妈！你们都没有父母啊，咋的？帮帮你们一个，你们把衣服脱了，咋？